说个事给您听一下，我们志愿者，我们整个小城故事组建的业主组建了一个志愿者团。我三点钟马上。没得啊。我再给您讲最后一个问题了，然后另一个问题。拉酱不拉酱，不要讲。对不起，那你等人家说嘛，那就别去了。我讲最后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。快讲，抽烟呢。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矛盾？我们小区180几个志愿者组建了一个群，当时里面就有一个做医疗器械的一个业主，他主动给咱们小区捐赠了50套。防护物资已经到了贵阳，我们当时就想找物管沟通，找咱们社区沟通，我们志愿者就一直在努力沟通这个事，能不能因为我们出不去，找人帮我们把这个物资拿过来，对不对？物资在什么地方？还有在小河境内还是在小河境内？你听我讲完了，你听我讲完了，我要先问清楚具体位置，待会我在群里面会查出来的。因为他在这半天耽误时间，我要问清楚。但是呢，就是说我只讲最简单的，我们要出去买菜也好，出去拿东西也好，只要你们讲我们不能问，是不是？包括我们志愿者捐赠的物资我们要去拿也好，物业都不让我们出去。那么刚才徐主任只说了，咱们社区只提供了，就是说只在外面联系的这69个蔬菜包。那么我想问的就是，为什么我们出不去，我们需要的东西也进不来，物业就能帮我们都联系到这89块带肉的，还有100块带肉的，还有99的，哪里来的？还有99的，掉下来的吗？还有99的蔬菜包。为什么我们有人免费送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去解决？我在小河万科，我就有个店。做宵夜的，我现在店里3冰箱的菜，我想把它拿回来，自己也可以吃，也可以分享一点。我出不去，我拿不回来，只能放到冰箱让它烂。为什么外面的菜可以进来，我们业主的东西进不来？原因出在哪里？来，打出来啊！专送的都进不来，我们出去有现成的也拿不进来。徐主任这边只有69的蔬菜包。89的肉，昨天晚上是有志愿者经过物业这边联系给我打电话，因为我家有7口人，他说给你们准备了一份菜，当时我们还老高兴了，想到国家政府没忘记我们，跑出去扛了一箱菜，这么大一坨肉，一片生姜，反正很小，几个蔬菜，89块钱，啊98块钱，哎呦，这个兄弟刚才那109的肉，哪里来的？怎么进来的？他是北京华联，我都讲了，昨天。98是北京华联，我们这边新来的，有一部分给的，这边有一部分给浙江的啊。我跟你解释，那个里面有一块肉，但是这个当时你们几号在那边买肉，那就是谁去了？还有很多打着什么旗号，说什么今年结束，说什么，对不对呢？我们没有时间来。